太久没坐火车，超想吐的，我的妈啊！干啊，新竹，好久不见，耶！我刚刚吃了两碗饭，一碗汤。然后现在在吃水果，我已经快撑死了，是还是很想吃。今天第二天，然后等下去吃饭跟唱歌。十几年的玉竹轩，超开心的，等下跟宇轩见面了。你要说嗨啊，你要打招呼说嗨，我们打招呼，谢谢阿姨。耶，吃了十几年的必备，这是一个 set， 就是要这样。吃水
7-Eleven 的宵夜。Oh my god！ 回来本来要吃咸酥鸡，结果下暴雨，我只能吃 7-Eleven 到底。然后一回来，我的行李箱也是湿的，鞋子也是湿的，我真的是吐血，所以东西都摆得很乱。What the fuck？耶、yeah, ，这次两天一夜快闪，觉得很赞。然后跟朋友去唱歌很爽，虽然还是忍不住的爆哭了。不过，很好的，还是会很好的。然后希望不好的事晚点再发生，会因为很舍不得，所以就虽然人生是这么的复杂，可是就还是可以。虽然能不发生就能不发生，但如果是无法避免的话，希望还是好的，好的就好。然后我一回来的时候就下大雨，我真的是吐血，全身湿透。我期待，好啦，算了，我期待下次的出游，不然就是朋友来找我玩，就这样。约好的那些啊，别走别走，我真的会约，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。OK， 就这样咧，拜。